各位同心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哦。这节课由李协健讲师来演讲哦，请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好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，午安。好，我叫李协健哈，牧师李协助的是建国的建，协助他们政府建国，哎呀，较容易记哈啊。我60几岁了，我头一次站在讲台讲话，哦，所以讲了不真好，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因为我是临时受命叫我上来讲，哦，啊，所以资料较少啦，啊，我尽量讲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如果不了解吼，私底下再来问我，好不？吼，哦，啊，咱从今日开始，咱讲就讲这蜕变，哦，蜕变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就是刚刚这个一个蛹，哦，啊，要推脱破茧而出，要变蝴蝶，哦，啊，这个蝴蝶啊，变蝴蝶里变成自由飞翔。啊，你各位敢有感觉讲，咱台湾这块土地才成这个蛹无？哦，这是我家己，因为你晓得我家己想，因为咱这个蛹外口是咪包一个，咱个壳啊，那个牛蛙壳啊，对不？哦，包掉的，啊，包里哪底就敢那暗无天日，拢看无啦。啊，咱台湾就是敢那和这中华民国敢包掉的，敢咱隐藏遮侪事实的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拢唔知影。但是咱今年今咱今嘛开始，咱就咱的秘书长发觉到一寡事实，吼，所以才去控告美国。啊，咱过赢啊，所以咱即阵就敢要破茧而出，要自由啊，这是咱台湾人，吼。啊，咱阵来要来讲讲，即个台湾民政府是毋是合法的？这是咱台的各位的一家起头要来上大上大的疑问啊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各位来咱在台湾民政府即中央中央会馆的时阵，恁冇感觉讲，咱一寡搞即个遮侪咱的长官安尼吼，咱遮侪安尼议员啊内阁遮侪人，啊，咱中央会馆遮久啊在遮。恁不看过警察来找咱的麻烦无？哦，啊来，我是台北指挥啦，哦，我是大同军。各位如果有时间来去咱大同军来看，哦，咱的重庆北路三段遐，咱左手边遐就是咧民俗西路，左手边是九泉街。你民俗路三个口口是路口三个摊吼，你也挂进派出所。咱的九泉街较边是启聪学校，边嘛一间派出所。哦，啊，逐工警察都爱巡逻。啊，难道咱遐警察大拢未，大只拢痴迷，还是臭鱼人？敢无看到？拢冇看到啊？为啥唔不来咱办公室来找麻烦？为啥咪？哦，啊，如果伊也唔敢讲处理，无嘛往上报，对不？报好分局长。是不是啊？你啊，我嘛，我报了给局长，局长报了我哦，警政署、国际调查局、国安局、警备总部，对不对？但是到这阵刚一个国安局、调查局来咱重庆州进办大同郡来找个麻烦无？唔敢。这表示讲什么？因为咱是合法的，因中华民国是非法的。咱遮来的时候，你刚刚有看到一张单，迄个单内底有甲写遮清楚的吼。因为我唔捌甲讲台讲吼，所以一寡资料较乱。咱后边还有单，这个有时间遐应该提吼，遐单吼内底有写，内政部认定台湾民政府是合法支持。哦，拍手，谢谢你。咱后边咱够用去提，这张真好用吼。这后边若要讲，这张真好用的吼，只有写一个吼。
中华民国内政部认定台湾民政府是合法支持，不是非法组织。就是讲，咱台湾民政府内政部认定哦，这认定是真重要哦。哦，伊唔是爱，唔是讲信任啦。这认定就是绝对百分之百是事实的认定。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组织，合法的，不是组织。哦，啊，我请教你，咱跟内政部认定咱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。我请教各位，中华民国是什么法呢？非法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咱是合法依守非法的？啊，既然该非法的，伊就无资格来抓咱，还不来个找咱麻烦。所以恁各位来咱这台湾其实算接福气的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是合法的，伊后边拢是，恁若上过高级班了，佮受了这职务点照加后，恁家拢是高级官员。哦，要独当一面的，哦，您后边拢是咱国家栋梁，哦。如果你吼，这因为后边还提下拢，如果你吼，啊，佫后咱台湾民政府经过美国授赠给我们的合法的证件，您拢应该提，哦。所以说我头讲梦实现的，为什么叫做梦实现的？哦，因为我头所讲的，就是讲咱台湾民政府就是刚破茧而出，咱开始咱的梦要实现，咱开始要执政啊！哦，政府要换人啊！哦，美国已经无要阁继续支持中华民国，为什么？因为咱过美国过赢。哦，啊，咱过什么？咱过美国是十大罪状，哦。那这嘛，因为我这资料较乱了，因为我历史的吼，所以这里是吼，美国荷兰的哥伦比亚特区行政给他的那里执照，哇，好，台湾民政府哈，好，哦，这个也是哈，如果美国官方证明文件核准的，哦，这我头先讲的，咱这证书，哦。那啥无去啊？哦，这十大罪状，哦，咱刚刚看一下，第一个吼，哦，这个也是吼。哦咱过这十件，啊过了后，咱是爱经过美国的地方法院，吼、哦，咱美国地方法院，咱过了后，吼、哦，咱2006年十月二四，228个博士甲教授去美国地方法院控告美国，就是咱台湾地位甲台湾人权的诉求，经过十二遍的公房，吼、哦，了美国。人权控八年3月18日判决，本土台湾人，咱原告基本上已经60几年无国籍，嘛无国籍承认的政府啦。咱百姓生活政治连接，承认台湾阁是美国政府占领中，美国行政单位一定要主动协助咱本土台湾人人权诉求，哦，这会再阁上诉的，哦。2008年3月11日，甲2009年后，那过美国吼、哦，第二遍呢，这上诉高等法院，那个上诉到高等法院，2009年4月17日这个判决，咱那四年本土台湾国是无国籍，就维持原判，吼、哦，有无？拢同款，但是就差你那个四年，他本来就在变在四年，吼、哦。咱台湾是无国籍，所以社会是恁的政府，咱无国籍，
嘛是个生活政治联合中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个过了对可上诉，啊，咱是咪要个上最高法院，对不？哦，所以讲两千零九年七月初被咱个上诉最高法院，两千零八年出了美国国务院马上宣布放弃抗辩权，承认咱所过的十项拢总属实。哦，伊无爱阁甲咱辩啦，因为恁讲拢属实，所以两千零九年十月初五，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。中华民国国民党就最大力宣布讲，台湾民政府过失啊！啊，真奇怪吼、哦，美国放弃抗辩权，承认咱国拢丢，安奈变输？因为中华民国敢要骗，一世人就敢骗呀！因为后壁这个戴森。伊无甲你讲，哦，啊，个告诉你那个代审，哦，个要求讲政府爱依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啊，正确行事，哦，啊，这样呢，大龙我无真个了解啦，吼、哦，我正个回头倒转个龙，本土台湾人基本上已经六十年无国籍啊。咱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这个无国籍是什么意思？你敢各位敢知影无？没有国籍，这真可怜呢。咱无国籍，咱无分王在吼。这无国籍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咱台湾你好话讲吼，如果恁的子孙哦，娶外国母，比如讲娶台独母、印尼、越南，哦。伊也知影这事实的时阵，伊也甲你告落去吼，恁的财产拢无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恁无国籍吗？恁无国籍变老土地，恁无世界公认的政府、承认的政府啊，恁无靠山呢，对不？啊，人甲你告应该袂会啊，啊，你财产拢无去啊，你们没有国家嘛，对不？这有可能无？咱大人无人知。咱百姓生活咧政治联合，什么叫做政治联合的？各位应该甲我回答这個问题无？我问过真侪人，啊，就聊伊鬼嘛，联合就是鬼嘛，对不？不是吼，这個、政治联合就是讲，恁咱知影讲恁的身份证拢去用做记号无？恁提身份证，恁应该提出来看无？恁的身份证应该提出来看咯。是咪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？对不？啊，你是国民呢？啊，请教一下，国民会使投票的未？嗯，国民会使投票的。哎呦，您。公民书会读官文了无？公民才可以投票。我阵来甲你讲，你就想到啊。公民才可以投票，国民不能投票，对不？啊，你去投票，我请教你，你是不是台湾人？啊，你有啥去投票？你中国人去投的票，你共投啥意思？你台湾人你共投啥意思？啊，对，拢共骗。按我讲，因为美国去阵啊，当初的要求。因为你要你讲台湾，恁中华民国拢讲民主嘛，啊，拢一党主政啊，对不？啊，无咧番个啊，选举啊，啊，所以不得不，所以因用选票，啊，要选票要超过50%，你无超过50%的时阵，美国会叫中华民国撤退去中国大陆，因为台湾百姓无要拥护你，你好。哦，台湾百姓不，台湾人不拥护你，你就要退回去中国大陆，所以不得不用买票的。啊，买票，台湾人，咱台湾人就故意啦，啊，台湾人吼太高水的，啊，太过人情的。啊，个隔壁阿婆啊吼，啊，就跟你讲啦，啊，三金婆啊啦，四讲啊啦吼。啊！就讲叫我投什么党，歹势无人投，歹势啦！吼啊！什么迄个某某人来买票啊？咱六子也来收啊！你无人投嘛，歹势！啊！大家就去甲投，啊！投是咪超过50%？对不？啊！
中华民国就提这个选票超过5%，甲美国讲，台湾人拢拥护我，叫我阁继续甲管，看有可能？咱当然可能，所以管到出阵，咱阁甲人管，这是恁家己要投票。所以我就管，甲恁管就是讲，伊超过50%以上，恁台湾人拢愿意互管。啊，恁敢知影讲恁投票？你敢收钱？你敢知恁投票爱个拿钱给人无？恁敢知？恁投一本票爱拿钱给人，你知无？阿姐，30哦，迄是候选人领30，所以马英九领几啊千万，迄是30元，对不？但是咧，一震动，你个领50，领4年。所以你那个付230元给人，好像还民进党的、国民党的，全世界无人讲投票还个付钱给人呢，干那唯独咱台湾，可怜吼、哦，我投个欢喜噶，啊钱个还靠够靠唔知，迄钱安怎靠去？恁的税金，哦。因为我当只安尼讲吼，唔捌较无习惯，啊，所以大家会断路会断掉，歹势吼，啊，讲了无好少管东西咧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咱头讲这政治利益就是讲，恁是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，恁袂使去投票，结果恁去共投票，这就是政治利益。哦，咱台湾真少了解讲什么叫政治联姻。哦，即阵目前美国反映着讲，承认台湾阁是美国占领中了。所以咱即个台湾上诶，恁敢知影？安怎讲日本诶？啊？哦，对，马关的，但是即个典故安怎来？哦，这典故就是讲，晚清较早甲日本天皇，晚清的皇帝甲日本天皇战争，啊，什么战争？叫做甲午战争嘛，对不？哦，甲午战争了，上谏书，大清谏书嘛，啊，所以大清谏书是爱按台湾、澎湖、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天皇，对不？啊，辽东半岛为啥要个无挂任何法呢？因为辽东半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，所以袂使分割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参照约海，个海辽东，哎呀，中国啊，按辽东半岛海哦，中国。啊，台湾平和因殖民地，啊，殖民地可以割让。哦，啊，所以你阵那唔只挂任何日本天皇，这是有条约，有写个清清楚楚，写什么条约？嗯，咱若讲甲午战争，咱挂是虾米条约？下马关条约，马关条约来的写较清楚，像西方起搞的，李清芳就是迄个李鸿章因囝，叫做李清芳起草的，都写的。台澎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，永远挂念我日本天皇的。所以这个土地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咱讲要讲独立、要公投，就是人，要是要那个独立、要那公投，啊，土地人的啦，啊，你不要讲，甲你的厝，啊，好啊大，啊，我住久，住60年，我去甲您讲，啊，这间厝我的敢会使？敢会使？袂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讲意思嘛！啊，土地人日本天皇的，啊，若照你中华民国个咱领导人大，啊，你就讲要讲公投，讲土地是恁的，嗯，按照土位个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你无地契嘛，你没有地契嘛，啊，地契的就是对下出来日本天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那时候在讲那日本建书啊，建书了啊，管你个美国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阿没哪话呢？这是为什么原因？
因为当初日本甲这个美国宣战，日本战输，就是这个偷袭珍珠港，啊，其实不是偷袭啦，这是正式甲日本甲美国战争，伊是日本正式向美国宣战，但是卡手甲紧，我今日甲宣战，我就开始甲你拍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是认真讲个叫奇袭啊。哎，啊！美国想袂到的，因为伊你甲我宣布，你随可能去交伊，那哈紧。哦，美国想袂到，所以并讲偷袭，如果偷袭成，其实它是奇袭。啊，了第二天，美国马上宣布，甲宣布向日本宣战。啊，战了后咧，美国你别讲日本战输，因为美国。日本的长崎加广岛肯定两原子弹，如果迄阵啊日本啊三个加两粒，伊嘛袂投降。啊也唔知啊，所以日本天皇迄阵啊真爱惜伊的百姓，所以伊是马上讲宣布跟投降，无讲中国骨大落去，日本真无半个人，所以伊是马上宣布无交定投降。啊，宣布无交投降了后，是毋是日本战输啊？啊，证书是阿个赔偿啊，对不？所以迄阵啊，要按咱台湾个平哦，要个挂牛和美国，哦。啊，但是咧，为什么尾也无摕到？为什么地契还在天皇手上？因为美国国会规定，美国。本土不能再增加领土，因国会规定的，有规定袂使阁增加的。啊，这块土地，台湾这块土地甲平和，本来日本天皇就是建树要阁准备按党挂牛美国啊，啊是因为美国国会袂使收的，啊袂使收的嘛，啊我摕出来啊，无收受过啊，并悬空。并悬空，因为没有收受，我也无讲要中华民国，还是要倒一国也无啊。啊，所以追根究底，这块所有权过来向谁来？你日本嘛，因为伊无提出来，伊本来是爱提出来，结果美国白收啊，啊白收是毋过第六地啊，对唔对？哦，所以说为什么讲日苏美战？因为日本天皇这块所有权证无提出来，但是。日本战输美国嘛，所以咱台湾这块土地甲目前就是美国占领中，叫、就是、日苏美战。哦，啊，咱台湾也真歹运啦。咱了后战输美国了后，蒋插头蒋再叫都多在中国代表战输嘛，伊轮不正赢，咱嘛无发觉到这个咱这个蒋介石暗头甲要中国代表战争，你不看过伊战过争无？捌拍过无？唔捌。你阁要注意历史啊看，伊拢叫人去死。哦，伊啊咧都是姓的哦，咧战争伊就捌咧百姓的，啊，听咧姓，伊就输伊就先走。伊唔捌咧战争的，唔捌战赢的，啊，走甲输甲尾啊，走腾国走来咱台湾。你冇发觉到伊来台湾的阵吼，嘛是准备要走。你有看到咱台湾这土地土卡拢叫乌地道无？有啊无？沿山饭店遐、台地遐，所有的山拢是乌了了，你知无？为什么？你准备要走？这只人阿本地厝的，吼、哦，规世人落去乌地都要准备要走的。哦，咱台湾出了这讲什么伟人，我感觉真奇怪啊！吼、哦，惊死啊！比什么人阿惊死？吼、哦，一世人落去乌地都要准备要走的。所以一直呢。咱来拍运啦！这天下公的无巧不成书哩咧。咱台湾建书啊，蒋介石啊，建书要走咯，啊，美国就叫来咱台湾，管理咱台湾。有啊无？哦，这就是讲替美国暂时管理咱台湾，唔是咱台湾伊个呢？咱台湾几年前讲个，甲中国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。啊，即阵啊，就的是因为。美国建牙，啊！美国本来是要管，但是无迄个时间。啊，那迄阵要叫中国的时阵，都南北韩战争，无暇
管理台湾，所以用就该就暂时来代理咱台湾，哦，管咱台湾。啊，结果这个就该就是因为无地方走，啊，苏新也苏新起来，按咱台湾当作伊阿边的伊的土地，所以迄阵那就为了要生存，伊甲咱台湾骗讲光复节，台湾光复，咱台湾当时有光复。咱是伫本国呢，咱是证书呢，要哪有光复，对唔对？嗯，对啊，咱证牌啊，嘿，啊要哪有光复节？啊对啊，啊所以伊就是要骗咱台湾人，甲你讲恁拢是中国人，按甲咱模糊啊，啊咱迄阵嘛唔知啊。咱嘛唔知呀，是讲伊讲嘛，较实在什么样，对不？哦，伊讲你拢台湾人，结果咧，唔是啊。了后咧，伊就在咱台湾的时阵啊，开始了后，恁嘛唔就发觉到咱台湾，伊来咱台湾的时是什么都没有呢？为什么这阵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东山这么多？伊安怎来？当初中国的兵来咱台湾是什么都没有呢？加加一寡鼎、草犁啊，连草鞋都无啊！啊，为什么这阵中国人比咱人家好呀？这钱安怎来？对不？咱不听过咱时代咧讲无？三千五金租。耕者有其田，有无？就是按咱台湾的土地都没收去，阮家土地这多，叫没收了了。哦，十分内底七分伊的，啊，三分恁种作的，唔是恁的哦，佮是这种的人的，有种菜、种稻啊样的。这三千五啦，收了了后，佮一颗佮咱换四万块，恁嘛唔知会记的袂？哦，迄阵啊，中国来咱台湾一克，甲咱换四万块。迄阵啊，咱台湾人民北路一栋厝啊，两万块两个要一栋。啊，迄阵啊，伊用一克甲咱换四万块。啊，迄阵啊，咱的钱是遮大个呢。咱迄阵啊，日本钱，迄阵啊，日本时代钱，咱遮大个呢。啊，所以赶紧换了了，土地赶紧了了。对不？但是我相信讲，应该恁拢会记的啦，讲起来恁拢应该知啦，对不？哦，所以为什么因的东山遮多？啊，咱你敢知恁的身份证讲用做记号无？恁敢知影？恁若不相信，你先咱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你甲摕出来问看看，看最近看卖，看有做记号无？恁若不相信，你甲摕起来看，咱内底号码一般咱遮就是空。空一空空二，啊，无就是空一一空一二，吼，啊，无就是一一一一一二，吼，啊，恁看有无？甲可能看会到吼，就毋是叫做做记号啦，吼，有啊无？吼，有啊无？咱俩后壁边诶右上角，恁甲手望看卖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这就是讲吼，你们是奴隶，你是奴隶啦，你知无？哦，因为恁若要吃头路，去公家机关吃头路，伊个这条新闻甲你看落去吼，恁要从吃公家机关的头路去 ？No， 啊有哦，有刷本数，上基层的恁台湾人在做的，所以你唔该看路边的你看，你牵到佚佗的。怕麻雀的，拢中国人啊！咧做苦工的，做捡泥做诶，台湾人，那咱台湾才可怜呢，对不？啊，因无半仙来咱台湾呢，啊，结果咧，大陆比咱较好个啊！咱台湾人，你看到国外移民的有偌侪？啊，你甲我看，因中国人拢移民咧到美国、国外、加拿大，啊，你先倒来。
因为钱很多，因为无半仙来咱台湾，有遐钱，遐侪钱，对不？都嘛是恁只纳税金付伊啊，对不？因为伊中国国民党早就跟甲恁讲过啊，恁阿未出世就甲伊讲，中华民国万万岁啊，对不？恁拢爱交税啊，你敢知讲中国人来咱台湾，因读书免钱，你敢知啊？唔知啊嘛？咱台湾人，恁读书爱入注册费无？有啊。啊，伊冇染呢？伊冇染哦。但是你只要读书，你嘛不听老师讲，各位同学要申请在学证明书的，赶快来申请。有啊无？在学证明书。你要去回想看嘛？你开学一定几工啊？老师拢会讲在学证明，申请在学证明书。迄张就是签好了，因外省会使签的，因中国人了后去云南，佮换现金转去，所以因读书免钱，加拿大台湾人读书爱钱，不公平无？一点仔都无公平，对不？啊，因就讲两讲台湾人，两中国人，两中国人，结果因读书免钱，咱爱钱，为虾米差别遐大？伊无咧费，是因为恁台湾人卖甲我分，我甲你分，安尼尔啦。恁袂使分，我是中国人，台湾我拢共，我拢是人，所以因才白杀一堆啦。中国军啊，甲啊什么、中国军甲中国什么军，我都是国军。哇，我嘛，恁捌听过这句话无？台湾什么中华什么什么国军啊？国军跟中国话，你都是中国军呐、啊。啊。哦，不，拢都叫做中国军，伊就是也要骗你啊，骗恁党，咱党才好骗的啦。啊，咱党不是好骗，咱党惊死。啊，哪讲？因为咱二二八叫人抬太水，抬较惊啦，不是咱惊死。咱当时那二二八，迄阵阵咱嘛该增加呢，咱不是惊死，咱是要抬较惊着，抬几啊十万啦。你知那恁嘛知无？你我阵甲你讲话，我讲一款话，我就去断死啊啦！因为阮老爸迄阵啊是拄好，阮老爸一边要转过来去外口要转来阵，啊伊读汉文，啊伊咪讲你要去哪里？啊伊看伊讲叫用汉字甲伊回的，啊才放伊过。啊过桥过呢，人台湾你是咱也无代志，透早拍死偌济呢？啊伊讲啊伊问我去要倒，我就甲讲啊，就是讲你若讲伊问你汉文的这个北京语。啊，你也不要用，伊就请咱大神。阿尼呢？哦，你嘛不听讲高阳讲台湾人去安尼用铁线扛个手的无？吼、哦，甲你等你害。所以咱台湾人叫抬较惊，所以咱做囡仔，你嘛不听讲时段讲囡仔人有耳无嘴。阿哪讲？伊惊你囡仔唔知乌白讲，啊一讲唔对。调查局、警察局的人来啊，规口罩总给你扣去。你看咱台湾人外可怜，甲即阵咱台湾人搁来趁钱。你看咱台湾人上困，咱台湾岛即块台湾啦，咱台湾上困难的，对唔对？啊，请教咱台湾有钱无？我请教各位，你的子孙即阵若要读书，若要娶某，有才有钱人，有钱人娶某无？真难呐、啊！啊，要买厝可能无，搁较难，难上加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恁所赚的钱吼，国民党给恁扣了了税金。啊，咱台湾人为什么甲即阵大陆无想讲要改安怎样啊？要改革命无？为什么？因为恁头壳吼，规工就想要赚钱，因为恁无钱嘛。啊！你赚越多，扣越多，啊！你去花我赚，你过永远都无钱嘛！啊！你也无钱咩啊？规头家就想要赚钱，对唔对？伊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甲你控制，让恁大人没有另外思考能力，讲啊，我为什么做安尼？袂，啊！我咩个病袂，因为恁规头家想要赚钱嘛，所以这国民党的手腕太厉害，伊甲咱大人洗脑洗到遮清气咧。我听我甲外口人讲遮代志。不可能啦，台湾人即种都不可能啦。我兄弟也嘛讲，我嘛白讲，
因为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，国民党的厉害，啊，咱台湾人所有的闹拢洗甲清清气气。因为我们不会去想，咱那个谈的是国民党的，甲出阵咱的子孙无啥老买厝。哦，啊，这流氓，好、哦，来。哦，咱查讲到高等法院嘛吼，了2009的八岁人，七个岁八，咱上诉最高法院，甲最高法院这物件就是爱算定案啦。哦，咱告到最高法院，哦，咱告了要看是美国国务院就马上宣布放弃抗辩权嘛。哦，所以说这个是本案，哦。要求要求高金山和平条约正确行事啦，哦，哦，咱个回复他听一下这个。因为我这临时吼，叫我看呢吼，我说一个资料。啊，无就囥个坐船，那较乱啦。哦，哇，这张这大家有看我头讲的无？哦，流亡政权对咱台湾民众的事宜无？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无认定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，唔是非法的组织？哦。哦，这是为什么你发这张文出来？这张就是因为这个国民党迄个陈学圣哦，发觉讲台湾民政府啊，为什么甲出阵无半个治安单位来处理这问题？所以伊咧国会去质询，质询讲内政部你搞回答这问题，为什么甲出阵这个台湾民政府到底是合法啦？是虾米？为什么要忘记甲处理？因为陈先生嘛，本来咱家做讲师，嘿，啊，伊迄阵啊，唔知呀，啊，所以伊去问这个内政部，啊，内政部咧国会殿堂去执行的时候，他不得不发表出来，所以叫这张物件出来。哦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公文，这不能作假，这也不是咱写的，哦。啊，这个你这张啊，我家己用个后壁用个贴吼。哦，咱家家就小姐哦，蒋介石哦，1919年1月13日讲稿那底，伊咧。阳明山，那阳明山，1950年，那阳明山的正式宣布，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讲三遍。第四遍讲中华民国已经哦死亡。啊，这个李敖的电视台本身嘛有咧讲过，啊，这个是毋是事实？咱先等放一个片吼，慢咱放一个片吼，大家来看卖。这是电视台阵啊有播出来，李敖先生讲出来的，啊，佮另外一寡呢吼，迄、那个咧讲的，啊，我个有个录起来，啊，录个好，稍等，咱即阵应该播先即来看，啊，好，麻利起来，因为我顺说讲没有照顺序，因为我想到什么讲什么，哦，一般那有一个成语，我无我想到讲啥讲啥。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，请注意哦，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。他里面谈到，他说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已经灭亡。告诉我们，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，
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。可是这个真相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，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，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你说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、哦、那时候他下野要宣布复行逝世、哦、他在一篇复职的使命与目的演讲里面讲到，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，也就1949年、哦、去年中就随着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、嗯、我们今天都成了亡国之民。嗯哼，蒋介石就讲了，他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所以我请拿军的朋友听清楚、哦、是，这是你的心讲的、嗯、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在1950年就讲，57年前蒋介石就已经讲。台湾的定位跟主权争议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样诠释，中华民国究竟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冲击？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台湾进行统治，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，我们看到了。兵都成功了嘛？对吧？现在是兵功，现在是兵变嘛？你看，你看，所以你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历史上来讲，它的确就是流亡政府，它就是从大陆被毛泽东打到撤退。我跟你讲，我学历史的，我知道了，它就是被。就是讲难听一点，就是大陆输掉了嘛，输掉了就嘻嘻嘻，窝来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已经卖新人三，利用这个新人，利用中华民国政府，对，流亡政府啊，一是军事政府，啊，一是军事政府，哦，中华民国有两个系列啦，对啦，一个是流亡政府，一个是军事政府，我不是，人是代理美国占领台湾的军事。好，谢谢。大家都有听有看到啊，吼，蔡英文也有讲，吼、哦，有无？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由此可见，民进党嘛拢知，对不对？啊，民进党是向左的，你知无？我嘛民进党员，我两千几名来，我你也是看我较早，我较早嘛是讲看了民进党是要为咱台湾百姓咧拍拼。所以我也把他加进去，结果呢不是我所想的，因为我有什么呢？因为我来这我都发觉到，我因为来这时是怎样，有人跟我说的，我来台民政府时，我一朋友跟我说，说叫我来上课，我说你读个派无代无志，我跟你说没两句话叫我来，说没两句话说我日本人，我避免的，没代无我变日本人，我是台湾人呢，啊，我当时在变日本人，啊，见我古见俺两个吼，强要冤家安尼啊，伊也避免我也避免啦，啊，讲不赢我，因为伊这个方面的较无我遐遐遐呢，啊，讲不赢我，啊，别人家讲，啊，你到底是要去还是不去？我讲吼，啊，以你这样的做人吼，你袂讲变，咱朋友做遮久啊，啊，你今日为了这吼，啊，甲避免，啊，我甲你避免，我讲好，我一定来。我讲吼，唔是我所想的，也是讲你讲的安尼吼，歹势，我一定给你拖转来。所以，迄讲了后，迄礼拜，我是过来跟阮太太，就过来遮上初级班，上三工两暗，了后，等于我马上去报高级班。哦，所以讲真多代志，咱一定爱。亲身去体验，亲自去了解，因为以前我也没说我要来，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，因为以前我说我也没相信我才变日本人、哦哦、这是我要来这里，我来这里的原因，就是我一朋友，那个朋友这阵是新德州的副州长、我是本身我本人就是台北州台中军的军首啦、哦啊、台中有机会，只要你台台湾民政府吼，诶，伊个论述个看较侪遍咧。吼，恁下个各位在遮咧，用个靠军修，军修个权力嘛，真后边是真大，恁拢有机会。吼、哦、啊，台湾新台湾论多看几遍，里面的你那边考试的题目都在里面。吼、哦、啊，恁啊，等于你买新台湾论多多看。哦，这以后对你们的那个啊，本来要讲对外国要讲讲，你们都没有问题。你外国民党无阿是讲亚林，啊，我当初加入民进党就是因为了咱台湾百姓，要
咧拍拼。我从较早我加入民进党的时候，那郝柏村要做行政院长吼，我阁做一阵哦，敢死都要甲炸死，然后我对面要甲赔呢。咱台湾都是做事情的，我较早是安尼呢。我是咧新店在路要做安尼，但是我来了南民进党在了解事实的，我才怨叹的。人中国人，人为了伊保护伊家己，伊欺骗恁台湾人，情有可原。你台湾人本身本土台湾人，佮欺负咱台湾，罪不可赦。你民进党讲佮口声声要为台湾，结果民进党想做一个。我请教各位，民进党在对啊成立耶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正确。啊，宜山饭店是谁开的？宋美龄嘛，对啊，唔对？啊，对啊。啊，宋美龄，你是民进党是要搞我挂，要搞我变，要搞我反的人。啊，我所在，和你成立民进党，各位，敢有可能？对不对？因为当初就是因为美国甲蒋介石讲，恁国家一党袂使，你一定要阁成立一个反对党。啊，所以蒋经国迄阵也无法度，所以伊叫一寡大人来，恁来甲做一个党。恁要敌人，我好敌人，偌济人拢无要紧。恁要偌济钱，我好你。恁要要求啥，我拢会答应你。但是我甲要求你一个条件尔。永远服效忠中华民国，所以你要看民进党的，要念了一下中华民国。对，所以你逃不出中华民国体制下。所以阿扁啊，做总统的时阵，嘛是。脱开不了中华民国。你唔感觉讲，咱台湾的总统选掉了后真可怜，一定要等一场贺电有无？你慢慢有了解无？有看注意看无？要美国贺电，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那不会等英国的贺电、苏联的贺电、中国的贺电？唔捌哦。噶啦，一定爱等美国核电，真奇怪！我较早嘛无体会到，迄场核电未来无来吼，总统袂使宣誓的哦，袂使就职的哦，因为台湾还是美国占领中，头家是咱讲一句话，歹听是美国的，咱总统就甲前公司的当署长就是跟美国的，总经理就是跟台湾总统同款，伊要甲你死就甲你死呢。所以阿扁较早嘛讲，讲咩啥物讲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这块所有的内容是美国在管的，美国叫从啥伊就从啥，你知道？啊，这你美国看好无？咱拢唔知啊，对不？啊！咱今日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呢，伊建书逃难逃命来咱台湾呢，对唔对？啊你！你本身中华民国诶成立是在哪里成立？咧南京呢？中华民国是咧南京成立的，有国父咧孙中山不是讲过，因为孙中山成立在南京呢，对不？你今日中华民国咧南京，你是合法的政府。你脱离自己的首都到别的国家，那是叫做流亡政府。流亡政府不是国家。咱这咱台湾人真正要了解，流亡政府不是指国家呢，在国际法里面啊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点大家要记的，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，哦。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哩。吼、哦，你甲国民党、民进党要甲你讲这，你甲这一句啊，堵落去都无人讲啊。所以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它不是国家哩。那为啥咧？咱台湾哩？因为伊就奉着美国
政府美国总统一号命令，暂时代理美国管理台湾。伊是暂时管理的呢，啊，该管理伊是流亡政府，伊凭什么叫咱台湾去做兵？流亡政府哪会叫咱去做兵的？啊，流亡政府哪会敢扣税金的？袂使啊，这违反国际法呢。啊，咱台湾人苦个难，啊，苦个做兵，佮做个华裔，佮咧效忠。为什么？啊？因为这阵吼，你讲可不可以哦？我袂使跟你讲啥嘛，你知？因为在中华民国这块土地，算过中华民国暂时代理美国在管咱台湾。但是呢，咱今年要执政，咱今年要执政啊！如果啊，无猜错啦，应该是在七月左右啊，到九月啦。啊，如果你啊最近话啦，你啊我都拖这个时间去吼，你要卖得无要紧。刚才我准备下红单，我嘛唔捌咧甲他。对不？因为对啊，你应该拖无要紧啦，你不服你欢迎讲我不服啊，我上诉啊，我拖时间啊，我拖落去头我执政了啊，对唔对？执政。我咱大民政府之前，你税金要留下，对不？啊，咱本来买边搭啊。林进公还是以用法你给咱强悍呢？你敢知影讲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是叫做啥？你知无？咱常常听，但是咱无人去注意。Chinese Taipei， 对唔对？啊！我今仔要成立台北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伊干那应该在台北呢？你敢无法觉得讲咱台湾这块土地有高雄、台南、台中、台北、新竹，对唔对？你捌看过讲较早咱高雄市有高雄市、高雄县对无？台南市、台南县、台中市、台中县，即阵有无？正全部编入高雄市、台南市、台中市，对不？为什么独独台北市不行？为什么？就那个是台北市、新北市啊！啊，卡在新北市叫做台北县啊，对不？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他只能在台北这块区域啊，这块区域是因为咱台湾人可怜伊，让伊住伫台北的，伊去遮挂庙公，规只台湾拢跟伊公公旁，拢跟伊旁，伊家用个在台北这个所在扣因家己人的税金，伊袂使意外扣税金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啦，吼，咱搁就是举例啦。达赖喇嘛是不是流亡政府？伊是咪流亡在印度？对唔对？啊，伊今日去印度叫人做印度人做兵，袂用个啊！伊今日去印度叫你印度人夹着税金，袂用个嘛？啊，为什么咱台湾会使？欺负咱嘛？对不？因为咱台湾惊死。伊当初就说：“讲恁这台湾吼，我歹架中台。伊本来来咱台湾逃逃难，咱台湾的阵，伊一直在写思想，啥思想？台湾人要中台呢？要中台呢？一个就歪楼呢？因为安怎讲？因为恁台湾人都日本人啊！啊，蒋介石是上气日本人，因为这世人上无面子就向日本人甲洗面洗个，因为日本人啊，正甲对就走甲倒。”啊，所以把台湾人拢当作日本人，所以迄阵也要装台，但是为啥无台？因为边啊一个较紧巧的，小董，小董妈的，啊，你台湾人装台，啊，想要进米荷兰家，想要进菜荷兰家，想要做古做味，你叫我去做，
我食较歹，对唔对？因迄各国性格嘛是食真真鲜呢，对不？叫我来做做做古做尾哦，我敬畏互恁食哦，那有可能，老恁家台湾人。所以迄阵啊，为啥离别事件发生？就是按咱台湾的精英，有读书的、反对的，吼、哦，有钱的，吼、哦，要反对是我的总台。老什么？高义人，正常的、无钱的、无读书的，迄老人啊，做牛做马。所以我们是奴隶嘛，我台湾来讲，我们是奴隶嘛。啊，咱台湾做到怀疑啊。对不？这里利弊八十件啊，发生。伊唔是讲，伊超过伊讲，伊讲啥物？伫阿婆啊，分哪哪物？迄其实是照地啦。伊本来开始就要抬啊啦，要抬咱台湾人啊。啊是按精英状态，所以咱抬较惊，较出阵无人敢甲反对。所以咱纳税金，伊家用发言的要甲伊抵税，咱台湾就惊，佮就加刷题啊。咱个要袂少讲山地啊，要骂死，搁高山作业啦。高山作业讲较早，你啊高山，我要来滚吼，吼我惊的，因惊滚，啊咱当然惊死。哦啊高山做啥用？因无咧惊死哦，但是惊滚，因惊无自由啦。啊咱当然较惊死，较好管。那是真个，我嘛电话咧搞，我讲我是咪当然接鼻啊，接完蛋的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回想起来吼、哦，咱台湾不是惊死，咱是向大家惊。啊，咱一定爱唤醒咱台湾人的意思，因为咱台湾人靠国民党吼、哦，把咱洗脑洗足久啊，咱一定要觉悟，不使阁继续阁敢欺负。所以咱阵告别到告别国国赢，咱已经成功啊，吼、哦哦。我可能咱就我慢慢讲，我头一遍讲起吼，啊，阁无资料吼。拢想到啥讲啥，啊，讲一阵就把事故会使，要两单就我慢慢讲，吼，讲歹吼，卖见怪啦，吼，嘿，啊，有啥问题你做你甲我问无要紧啦，吼。我讲个话方面，我较台风多味啦，较无一般个安尼吼，一个层次啦，嗯。啊，各位，咱阵嘛，我发觉着讲，咱中国国民党个所有个军事拢无去啊。你有发觉讲，咱的战车、咱的军的卡车、军的卡车，迄、那个车轮牌、车轮呢，拢无去啊？这个我昨天问他有无？我先来你看。因为我这临时叫朋友吼，咱动心吼，加用的，所以内底真乱，我搞不记得整理，是无？哦，我看无。较早这个战车是你这只车轮牌，对无？拢无去啊！哦，这个、哦，直升机这嘛无去啊！这是安怎样啊？因为咱控告美国，咱告赢。啊，你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！你流亡政府怎么可以有军队？不能呢，咱都唔知呢。流亡政府是不能有军队呢，有军队代表什么？恐怖分子。所以你某个电视冇看过无？电视在播讲，今年演习为什么用空爆弹，还有用音响？你们都听到无？哦，用影响的，啊，大家真无满意。因为虾米？因为美国规定袂使用的。因为咱中华民国准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准准，若要演什么地炮，爱甲美国申请。咱出钱买的哦，啊，要用吼，爱甲美国申请哦。你捌听过一个咱中华民国一个讲讲奇怪，咱起步起步，啊，有啥拢在美国遐？你别国的，无理咱台湾，真奇怪吼、哦！咱冇陪伊思考这问题，哦，你这样有效嘛吼、哦？
哇，一九一零建国的对，这是孙中山迄阵啊，一九一零年国建国的。好，蒋介石亡落去，那一九四九就亡啊啦，干那三八年。好不好？咱遮有写着无？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，有无？吼，吼。啊，这样看到啊，吼！啊，隔离王政府个人不能就地合法，咱那有啥物去做兵？咱军那边做兵嘛，对不？哦，咱军那边做兵嘛，咱中华这年轻讲在台湾这块土地嘛，无需要甲美国买武器。安怎讲？因为咱台湾这块土地是属于美国占领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美国佫占领，你是咩来咁保护？对啊，咱来少做兵，那军那边做兵啊？对不？咱来，咱靠边做兵，咱来就靠美国买武器。啊，为什么靠买武器？哎，因为蒋介石为了个人的生存啦。伊甲美国讲吼，啊，我就暂时替你管台湾嘛，对不？啊，恁美国那边派兵来，哦，啊，兵给阮来，啊，死阮无紧，卖死着恁。哦，恁来死着，恁美国人哦，恁来。被死在了，搁跳，阿明，阮不死，阮来死，吼、哦！阿、啊、你免派兵来，美国欢喜个，免我免派兵，当然嘛好啊，对不？阿所有武器我给你买，阿、啊、美国欢喜，有啊，当然嘛欢喜，对不？叫做模糊政策，哦，阿蒋介石就一年几兆亿美金哦，甲美国买武器，刷了咱台湾人去做兵死。你不看见他跟我姓的做兵死的吗？没有，死的像都是台湾人，金门妈祖的死的像都是台湾人，好不容易死有到，你在山里也死得到，好不容易在金门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来未死，才死咱台湾人，因为他叫嘛去死，叫一个台湾去死，你还会叫啥死？啊，咱台湾死了才欢喜，才戆的啊！啊，咱免做兵呢？啊，咱为啥去替替中国去死？所以后边吼，咱要过个过。我台湾人免做兵，你为啥叫去做兵死？后边爱叫伊赔偿，所以咱后边的见咱一挂子孙有做兵的啊。恁后边用个领着真侪钱，恁有做兵无？有吼，等下即阵恁来看卖，恁用个领几啊百万哦。因为恁免做兵，恁本来免做兵，为啥去做兵？咱也甲美国偷，对不？啊，咱买武器啊！啊，但是咱即阵咱当然拢有好处无，足好个，所以恁今日足好去个。我正讲到这吼，我唔知后边要过几点钟，我慢慢讲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要休息一下无？哦，嗯，好，我休息睏十分钟，咱再过来好不好？哦，我无看时间拍摄。